这是你的老婆子。我不想走。想不想的不由你。就不能再给一个机会吗？晚了，一周之内离开丰州。万一限我一周内离去怎么办？我想想。不走。我来是想要聊聊 OPY。 那走，叫着江喜一起吧，毕竟我们能坐下来聊 OPY 是他一手的事。喂，我这次过来呢，就是想促成合作，让江喜来对接合同就可以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果然，搞定男人才是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擅长的事情还有很多。他们俩的脸都被打烂了。谢谢你，合作达成了，之后就看江经理的表现了。回头请我吃饭吧。那是必须的。